与其被他们抓住取血，不如去涂山一试。快了，走走。多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不好了，前面已经是涂山的底线了。臭小子，赶紧出来，落在我手里分分钟卸了你两条腿。那请便吧，反正我也没有力气再逃跑了。只要你们敢踏进这个地界，我马上就把灵血给你奉上。但这儿可是涂山，你们俩最好想清楚。胡兄啊，要不你进去把他给带出来。不，贺兄，我觉得你轻功好，你去把他请出来。哎呀，你们商量好了没有？究竟还抓不抓我？还是你们怕了，不敢过来呀？你小王八蛋！何兄，上！涂山，我罩的，懂？